爸，你以前不是成日都打拳嘅咩？点解而家唔打啊？爸爸喐得多会饿噶嘛，所以我而家咪喐少啲咯，系咪？文哥，你仲有冇练功啊？有时间咯，我嚟搵食啦。我不理外面的世界是怎样，我只知道一家人不分开就什么问题都没有。现在时势不好，你是不是应该做些事？你看自己同胞被人打死，你有没有尊严的？你这样去打他们，打死他们，打八个，打千个。什么名字？我只不过是一个中国人。每个人要行的路都是要自己去选择的。